老哥，你前天的卧龙精华？真假？我前天的精华哦，靠腰。不是，我那卧龙就跟你们说，我破的算很快哦，就跟你们说玩的算很好，对不对？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是谁？不要再乱念了，要用这个吗？要用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我念的不是我念的啦，啊，声音要听一下啊。声音不是这样啦，声音好像没有那么像，你看看。不是啦，那个声音不是那样的啦。没有刺青，阿瑟，你捏太大力了。不是啦，这不是我什么都没有做啦。怎么样？不，身体怪怪的啦。整体的胖瘦，看一下肌肉量应该是最高吧？哎，肌肉量是最高，没问题。然后，有刺青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刺青有地方做的不对。这个刺青身体装饰一，看一下，身体装饰是这个吧？在哪里啊？把这个刺青有地方做的不对啊。这个一跟二这边是这个，二是要放这个，那个全身都有的，这个全都有的这个。然后身体装饰三这边啊，哦，三已经捏了，一跟二啊，一这边要捏这个。一这边要捏这个，我看一下，要捏这个，不是啊，那个乱捏的那个，不知道谁捏的啦。大腿一枪，不要乱捏啦，这什么东西啦？超负荷啦，你袂讲阿爸啦，拢大概了吼。趁人迄落当咧艰苦的时阵哦，趁人出代志的时阵在讲消遣啦。垃圾音啊！每天都拿我三枪来，老哥有你的 AI 唱歌，哎，笑死！怎么可能？有我的。怎么可能有我的？超哥加油！不是啦，那个我没有弄啦，OK, 那个不知道谁捏的啦。OK 啦，好不好？他在那边趴在地上滚三圈，啊啊啊！传承我的意志，啊哈！看那个三枪在那边跑的影片，啊哈啊！我都接受啦。那就这样子的哦。不是的，这样子够了，没有在对话啦。哎，这个人也长得也蛮像张庆忠的，没必要这样子。超负荷，干你娘老鸡掰的！可以。看你们心理变态是不是啦？怪怪的啦，不要乱搞啦，奇怪嘞，整天乱捏人嘞。对啊，他妈的，那个捏脸没必要这样子，害我还重玩一次，很累。调侃我？不是，妈的，整天被捏脸很累啦，让我捏很久的，靠腰哦。